你给后头好好喷喷。赖你啥呀？可别跟这赖去了。美甲折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美甲折了。怎的了？怎的了？美甲折了。报销。报销啥？哎呀，别激动，我看看，我看。碎片给我。哎呦，我真折了。救命！你这么的，那个，先不折一个吗？啊，你再集九个啊，凑一套，正好十连。我哎，小川，我故意的，洗车嘛，你俩站那块儿。你整一套啊，完事到时候我给你报销，我给你整套新的。你瞎喷什么玩意儿？你现在就给我报销。哎，是，小川，来，干啥呀？有病啊！干啥呀？你好好干活，你惹他的，你切！你给我拿来！你有病啊你！你治他，你治他！我咋治他呀？我治他干嘛？哎哎哎哎！这玩意儿怎么关不了了呢？哎，这我不知道他咋回事啊！我你等会儿，你给我看这玩意儿咋用的？啊！疼！别过来！小川。你说你整这个破玩意儿，你给关了，关了，你关了他，啊，你就非得惹过他，你这老实一会儿不行吗？你啊，你激我！哎呦我操！干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是故意的，我是故意的。行，别整了。哎呦，沫儿没打完呢，干啥呀？行，给我。江宇，那沫儿没打完呢，哎。你躲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他不好使，你别过来，他老喷，他坏了。我没故意的，你一过来他就喷了，你看。给我。你把沫儿给我打开，快点。啊。打沫儿，你别让他拿那个啊。给我。你进车里去，哎。我服了，我投降。我投降，举白旗，我举了啊，投降了，钱放下啊，哈哈哈哈。